Nobody ever knows, nobody ever sees. I left my soul back there, no, I'm too weak.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. Pray to the Lord. Oh, 我现在在早上去学校的路上，今天有一节英语和一节心理课的，然后明天好像有个 chemistry 的考试，然后大后天是 mathematics 的考试。今天下午刚好没课，然后打算回家把衣服洗一洗，然后准备一下考试。Hello， 早上好，今天这边真的好冷啊，手都要冻僵了。Hello， 今天是10月4号，也就是国内的中秋节。我们在这边没有中秋节过，然后还是照常要上课。然后现在是早上9:20，我准备去学校上第一堂化学课，就这样了，拜。嗨，因为现在很多本科生和研究生，他们10月份都开学了，然后就很多人都进驻了学校的学院，所以都特别热闹，然后去食堂、餐厅吃饭什么的，人都蛮多的。但是相应的呢，我们的活动也变多了。有很多学校组织的什么 day trip 之类的，然后好像听说他们说这周是去爱丁堡。就是中午的时候有跟家人视频，然后比较熟的亲戚啊朋友都有视频互相祝福，然后我的那个手账微博上也收到一些小伙伴的祝福，也有相互传递，这些东西还蛮奇妙的这种缘分。然后还有一件就是今天还跟外国人组织了一下我的中秋节，这个跟他说，我说如果你学会了这三个字，然后你碰到中国人跟他说这三个字，他们今天会非常非常的感激你，或者说会觉得很惊喜。然后他就跟我学了，我教了他很久很久，因为在英文单字中很难找到相同类似的我可以去代替的，除了中秋节，我只能找到秋，秋是用那个摇，就是 chill 那个音去代替，其他真的很难找，所以教了他很久，但是最后终于学会了。然后我会把那条视频放在这里后面，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很有趣。Dolphin Festival, you haven't said happy. Okay, happy Chuncho Jay, guys. Yes, perfect, thank you. Hello, 这里是周四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上课，然后现在是差不多10点多钟左右，我准备去学校。今天天气超级好。Nobody ever knows. Nobody ever knows. I'm too weak.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. 刚刚我旁边这位傻子因为吃包子误了车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狂奔，一路狂奔到了 Middlesbrough。然后到了米堡市要转公交，然后我们又一路狂奔，然后还是没赶上，目送对，目送着公交离开。现在呢，我们又在等一班11:05的车，这气过了吧，朋友？Hello， 我们现在在去 Whitby 的路上，然后这边真的是我们对很村，我们去乡下，然后沿路都能闻到很多牛粪还是马粪，
印象深刻的腐殖质的味道。对，小镇，然后这边是一个海边小镇，特别的宁静。刚刚我们目睹了这只罪魁祸首抢了一个老人家的面包，非常凶狠，老人家一脸懵逼，面包就被抢走了。Hi, we just got some fish and chips.Here. Yeah, the most famous fish and chips in Britain. Very delicious. I've tried it.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'm alone. Now please don't go. 刚刚我们在买那个 fish and chips 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小哥哥，然后他养了一只巨型贵宾，他的贵宾特别的 gentle， 这边的狗简直多到爆炸，对，比人还多，狗狗特别多，然后他家的那只巨型贵宾特别的 gentle， 对，很 gentle， 对，特别 gentle 那个小狗。然后我跟他分享了一下我养史宾格的经历，他们英国这边史宾格特别多，因为史宾格的祖先是在英国的种，所以就看到好多好多狗狗，特别想撸狗。我旁边这位老年人看到老年人店就特别的激动，心里起了巨大的窝囊，然后他买了一个。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。Puppy。啊，怎么一团黑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后面有很多狗狗，超级可爱。这边狗狗特别多。后面有一些狗狗，我就进了镜头，好气。特别多的狗狗这边，然后很宁静，想的对。没错，有很多那种特别容易剁手的精品店，老年人店啊之类的。对，老年人店啊之类的。然后哦，我们到了，对，我们现在要去那个 Whitby Abbey， 就是原来的一个修道院的遗址，然后特别好看，去看一下。我们现在要走阶梯上去那个Whitby Abbey， 就是那个修道院。然后这边总共有199级台阶，我们现在在走，走大概20级，我已经开始累了。你太夸张了，朋友。然后这边是海边，这边就是海边。这边太空了，不慌不慌，我扶着你，为你打 call。对，我也要在这儿拍照。今天天气真的超级超级好，是我来英国天气最好的一天了。看，我们爬到半。就爬了几十节吧，然后这边后面的景色超级漂亮。我们刚刚在买进来的tickets 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大叔，那个大叔特别友好的看，就是我们本来是买学生票要出示学生卡，但今天大家都通通忘带了，然后就对大叔就让我们进来了，因为他们说我们有学生的气质，对，我们有学生的气质，然后给了我们一人一个大哥大，没有啊，就是听讲解这里的历史。
准备回尼堡了，然后再从尼堡回去 Barnaby， 是吧？来，你来说明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。现在在你面前的是两条傻狗，我们眼睁睁看着回家的列车开过来，然后目送哪里看？我在列车门关上的时候才去看那个站台。然后我们一直在想，一定是下一辆，没错，为什么就是他。不骗自己。然后时刻表变更了，我们坐不上回家的车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流浪的孩子，流浪的两条傻狗，流浪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花钱，再花钱去买公交票回家，因为本来我们的火车票是往返的，就是钱已经买好了。因为我们如果再等下一班，要等到七点、六点、七点的样子，现在才五点，所以就这边来的。所以就两条傻狗要去坐公交了，花钱坐公交，心好痛。本来我们打算在尼堡吃点东西，老板他解决了再回家。然后你看现在，所有的商店全部关门了，真是回家凄凉。你晚上吃什么，朋友？我晚上喝西北风。我吃早上没有煮熟的包子，就是这么凄凉的人生。你说这条路，我记得这条路，因为我们当时是 turn right 的，你记得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条路。我们刚刚搭上了一大车，差点希望被对，后来不得不打出租。然后这位当事人想了一个非常绝佳的办法，真的说不出。快说，我们可以点外卖，然后跟外卖老板说他送了没西楼，然后我们坐在那里等。夜抓老板。送完之后，等他送完之后，我们就跟他说，顺便把我们两个一起载过去吧。我们是外卖，没错。对，没错。或者我们这个人想的绝佳。或者我们可以在那吃完，可能两个空盒子，然后让老板送过去，两包配送费而已。厚颜无耻。一个人都三包了，扎心。对，不过公交真的很贵。对，还不如打出租呢，想想。Hello， 这里是周三晚上。哎妈，我脸怎么全黑了？这是周三晚上，明天就是周四啦。上完周四的课就解放了。